比赛现在开始。No ammo. One. No clean. No clean up. Okay. Pack this.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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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 Good. Good. Robot.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54公斤级的女子超级战，红方选手来自郭强格斗的杨瑞杰，蓝方选手是来自乌克兰的维多利亚。好，这个维多利亚她是常来国内比赛，所以是观众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然后呢，她是在乌克兰去年刚拿到体育的硕士，她的论文就是这个血压的变化对运动的表现的影响，很深奥的题目。对，问她有没有用在你自己比赛的这个上面，她说没有，那个血归血，但一定会有帮助的哈。既然做了这么深的一个课题的研究，她是这个乌克兰全国泰拳冠军，目前是泰拳教练。看他晒得那么黑啊，在他们乌克兰当地啊，在走在街上是很抢眼的。好，再回到场上来看到这个郭强一手带出来的爱徒，外号全台芭比的杨瑞杰。目前杨瑞杰弟弟也在这个郭强那边受训，未来希望跟姐姐一样成为优秀的职业运动员。杨瑞杰是比较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哈，跟随武林风去过爱沙尼亚比赛。对，那一次其实郭强表示杨瑞杰那时候表现的不太好，虽然是拿下胜利的，但是进攻不太犀利。不过呢，今年到现在为止杨瑞杰保持是全胜的状态，那包括开局8秒就曾经以前脚高扫击倒了对手。其实作为年轻的运动员来讲，还是需要更多的磨练的啊，是一场一场比赛的积累对他们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再看过去刚开始这个杨瑞杰打武林风的时候，他拳不是太好。在第一局目前杨瑞杰的拳没有像他前几个月那么的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这个有点乱啊。赶快找回他今年年初的一些状态。对，目前这个拳抡得不好。好，那相对的其实维多利亚他这个比赛是通知的比较仓促一点，所以他有考虑说到底要不要打他，怕他备战不够。而且看起来现在这个整个维多利亚的拳在打击上也没有特别的顺。对，这个好，刚杨瑞杰千手百拳还不错，要注意一下这个杨瑞杰，就是有很多散打运动员这个拳太快了，太快了，那个有效性不够。对，好，10秒，你要打准，然后再把效果打出来。哦，杨瑞杰自己在这个第一回合抡摆过快，动作过大，已经把体力给消耗了，消耗蛮多的，要注意一下。对，其实还是就是看两位，因为刚刚我们介绍说乌克兰的维多利亚准备的时间短了一些哈，没有那么充分。对，而杨瑞杰呢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擂台上打比赛了，所以两个还是在擂台上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哈。对，因为我看这个杨瑞杰前几场比赛真的是拳打得不错，但是今天又完全乱掉了。第二回合的比赛，好，刚刚这个杨瑞杰的 one to one， 但他的那个后手拳肩膀压进去一点，动作有出来啊，但是效果差了一点点。不过没关系，慢慢来啊，先把动作先打出来，对，再慢慢调整。杨瑞杰的特点也是打拳的时候自带音效的，是。但是相对的这个我们的维多利亚就是比较冷静那种。
他平常跟他讲话也是一样，他的眼神非常有自信，脑袋里面很有他的想法。哦，接腿反击。那过去这个维多利亚曾经啊，这个打60公斤级的比赛，所以今天是算他降级别，降到这个54公斤来打。哎，不错，继续压迫。好，开始这个我们的严二杰的快攻，有把这个维多利亚给打乱了。其实我在这场比赛更期待这个杨瑞杰除了快攻互殴之外呢，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技术展现。但目前严格来讲还没有看到，就是有拼劲，但是那个技术稍微这个还不够细。对，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老是在正面对攻，那第二个怎么去找到从两侧或不同角度的一个有效击打的那个点，还有一个时间差。现在你看到节奏就是杨二姐打完啊，退来这打完的，就是保持同样的节奏，其实节奏有点变化啊。这个都是运动员慢慢去体会，慢慢去调整。对，你要去脑袋里面要有很多种模式的进攻模组在那边自由搭配自由变化，老是只有一种的话，其实遇到比较强的对手你会没招。没错，这真的是需要在不断的训练啊，学习，是这个很重要，自己要去思考。对，再来。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两人正面对攻完退出去，然后再来正面对攻完再退出去。是，再想一下哈，多点菜色的一个花样啊！再来啊，搭配腿法或膝法，或者是你的步伐都可以的。而且你看，全路都是打头，像这个杨瑞杰在今年有很多的这个打，有干打、击伏，各种角度变化都忘了，但在今天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像我们也是做功课，也是有看过你这一阵子的变化，但是又看到你又回老样了，所以才会给你们一些提醒。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金币红包，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了。所以我在这个赛前给这个杨瑞杰的评语是，他今年同样是快节奏进攻，但是呢他是组合立体有效率，那今天组合没有立体，那效率呢一般，再加强一下。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好，希望杨瑞杰能感受到我传递出的讯息，然后打出一点组合，有效的一个立体组合。好，进去。其实像不用刻意把前脚抬起来，因为有很多老练的选手很喜欢扫你支撑腿，就是看你前脚抬起来都是扫你后面的支撑腿，我再注意一下，光这一个小漏洞啊就被对方抓到了。哇，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杨瑞杰应该好好看一看，就主要是听一听蔡老师的点评，是真的有很多他需要再去思考研究的地方。他已经有达到更好的一个层次的，但突然在这场比赛又掉下来了，没有稳定住。对，又掉下来了，没有稳定住。好，对方一拳很重。有时候要去回忆一下，哎，我上一场打得不错，我是打什么东西，赶快想一下把回忆抓回来。对，1 2 3。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维多利亚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面对杨瑞杰这种单一的这样的进攻的时候，他好像也只是在应对啊，也没有，因为他教练没来，没帮拿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教练签证过不了，他就一个人过来的。所以你看他自己心里也很挣扎，
准备时间不够，教练又不在，他也是靠着在脑袋啊，跟他过去的一些记忆在打啊。好，那刚才吃了一次强毒，还不错，继续，哎，再转身后摆拳，力量不够，继续进攻，哎，再来打准一点。刚刚做了两次啊，后脚的扫踢跟接后手拳的同侧进攻是不错，但是呢，刚才的杨瑞杰的后手拳都没打实。嗯。哎。哇。然后对攻。好。其实尝试走两侧，就是一直在正面的对攻，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习惯。嗯。靠哪？啊，因为都是正面的对攻，所以你难免鼻子会被对方打到了。来，再来，好，十秒。是。好，五，哎。因为在对攻同时呢，其实杨瑞杰的脸部是比较开的，遇到拳打得更准的，就是会比较危险一点。对。但前两回合要看。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30-26，三号裁判30-26，比赛结果红方胜。